我这个家族呢，过去是一个什么家族呢？过去是做乡业的，以后当官的。做乡业，我过去我这一家是芜湖开一个大店，啊，这个上族啊，这个上代啊，都芜湖开个大店。那个大店有多少人呢？有这个，他妈有100多人，100多人，差不多200人那个大店。那个大，这个呢，房子属于明朝的，这些东西也是明朝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平。就是康熙年间的啊，康熙年间的一个瓶，这个瓶呢啊，这个美中不足就破了一点。为什么破呢？破是旧时候我们藏的时候不小心一个罗汉掉下去给它打烂了，罗汉打碎了啊。那边呢啊，这个罗汉拓现在还在，罗汉拓现在改为中拓了。这个中是新的，这个罗汉拓它叫黄花梨的啊，这个东西哦，是这个是像。黄花梨哎，的，黄花梨相当值钱，这个哦，东这个西，值钱，这个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这买个，不到的，这个东西现黄在花梨，哎，黄花梨的。我们这个以前，然后这个板凳是，这个鱼啊，这是什么材质的？叫太师鱼，蔡司它鱼，这个材质是叫大叶紫檀，大叶紫哎，檀，大叶紫檀，大叶紫檀的这个东西也是相当坚硬，这个东西重。这个鱼一般没有力气的是搬不动的啊，这个鱼相当重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花盆架。这个花盆架叫小叶紫檀，小叶紫檀没有大叶紫檀重，因为它这个材质那是比它好，它这个光滑啊，这东西都是一般的，都是有年头的东西啊。这个叫红磨的这个做，这个哦，这是做红木的是哎吧？红磨的，哦，这个红，做不是吃饭的做。就是什么做呢？就是喝茶的做。这个做是六方6个人做的做。这个中间这个是叫糕点盒，喝茶必须吃糕点。哎，这个糕点盒呢，拿起来是个糕点盒，装糕点的。哎，这个东西都是以前的这个配套的。这一点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这叫。